就叫别的鱼，谁还镇远的就是停了，我没救。这是啥的啦？哎，拆迁的地方拉了土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来了，盗土的地方发现了，搜了两三百人。天呐，在大城市挖金那是犯罪，看到吧，男女老少多吧。没挖出古墓，执法大队昨天已经去了啊，去调查了，现在情况还不知道啊，正义县里会公布出来了啊。这个挖出古墓都是国家所有的，怎么能捡呢？近代也不行呢，所以地下文物、地上文物都属于国家的呢。Thank you.